你看看，在這裏，這個議事殿堂裡面，不務正業，香港廣大市民用公帑養這班這樣的人，你們心不心痛，肉不肉赤呢？我們在這裏每天在這裏這樣拉拉扯扯，在這裏讓他們拖時間，民生建設所有東西被他全部阻住。我是這條法案委員會的主席，處理這條法案的時候，大家都是很理性去處理的，對這個問題大家是一致的，對環保的問題的工作大家都很支持的。但是今天突然間提出一個44(1)中止待續，挺好看啊，一個出來做靶，另外啊，這些議會的變態行為呢，哇，整班攻擊他，反對他，不過這些手段呢都挺新啊。所以我想對這些不恥的行為大家看清楚。多謝主席。